儿子，啊，你是不是又在屋头淘气了的啊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的啊？我才没有嘞。那你是不是在学校作业没做齐被老师批评了？没得这回事啊。不对呀、啊，那你妈为啥子又把脸一黑着嘛？那看得好好的。你光在问我，你没想想你自己有没做错啥子？你说话，我怎么我能做错啥子啊？我是你爹，我能做错啥子？你是不是在妈妈包包头偷了200块钱去王娘娘的茶铺头打牌去了？哎，这个话啷个这样说？啷个叫偷啊？我那是拿呀。我可是你亲儿子啊，你这回把我害惨了、妈妈说是我偷的呀、差点把钩子给我打开花了。那啷个还有这回事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儿子。不要哭了，爸爸不会忘，爸爸改天请你吃麻辣烫。你这回帮爸爸扛，明天爸爸给你买米花糖。爸爸，你给我炖了个当米花糖，我也想帮你扛，但是你的半日确实有点长。嘿，儿子，你啷个这么说爸爸呀？啷跟爸爸的半夜有点长吗？前几天520，你不在屋头陪妈妈，你却跑去陪隔壁张大妈。哎，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小娃儿不要打胡乱说。我那天是去帮你张大妈修热水器，晓得吧？这个事你跟我解释没得用啊，你要给我妈说啊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好好好，莫开枪，你妈来了，看我的。你两个文章有人说啥？悄悄话。伯阳，你啷个发那么大的气嘛？我在教儿子背课文啊。哼，背课文，我看你两样子都不是好人。伯阳说的是，这个我赞同。我也赞同。伯阳，今天晚上我们吃啥子啊？吃啥子？喝红。哦，喝红啥？喝红就喝红嘛，我没意见。儿子，你、啊？我不喝红，我要吃嘎嘎。我的妈！哎呀，这个汉堡。